欢迎收看房市关键报报，我是李彦颖，马上来关心今天的热门关键字。今天的热门关键字就是买房痛苦指数。我们都知道目前的房价高涨，很多人都买不起房，但是这个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呢？根据最新的官方统计数字，目前新北市和台北市是最严重的，台中市也是越来越辛苦。内政部日前公布2022年第一季房价负担能力指标，其中有买房痛苦指数支撑的房价所得比全国平均又升高了，来到 9.58 倍。所谓的房价所得比，就是指中位数住宅价格除以中位数家户可支配所得，所得出来的数字就代表民众必须耗费多少年的所得才买得起一户中位数房价的住宅。那么全国的数值呢，就是把全国各县市的房价所得比加起来，全部来平均起来。那么全国的房价所得比目前是高于9的，也就是民众要不吃不喝9年以上才买得起房。其中全国房价所得比最高的区域还是台北市，达到 16.22 倍，新北市 12.58 倍也是非常辛苦，台中市 11.26 倍也快接近新北市的水准。但是根据统计，全国年变动值最多的其实是台南市，年增 1.42 倍，目前来到 9.20 倍，高雄市也年增 1.29 倍，来到 8.89 倍，显示南部房价上涨的情况真的是很有感。南二都房价水准都已经接近了全国平均值，六都当中只剩下桃园市买房比较轻松一点，房价所得比是 7.87 倍。全国最低的区域则是基隆市和嘉义县，房价所得比都在6以下。永庆房屋延展中心副理陈金平表示，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房价所得比最好是落在4-6倍比较合理，台湾房价所得比9倍已经是追平历史高点，想要光靠薪资来买房非常不容易。知名学者张金锷就直说，台湾房价所得比不断恶化就是因为投资客炒房，但他认为升息并不是抑制房价的主要手段。他呼吁政府应该尽快执行禁止预售屋换约的政策，让房价所得比尽快好转。那么想要抑制房价，政府的打炒房政策就很关键了，我们就持续来关心政府打炒房的后续效应。知名学者张金锷在脸书上表示，为了抑制房市过热，政府已经进行一连串的管制措施，确实可能让市场上出现优胜劣败的调整。张金锷指的就是部分体质比较不好的建商，面对打炒房可能会出现倒闭潮。他说，就算是小型的建商，如果体质够好的话，还是会生存下来，留下强的淘汰掉弱的，这本来就是市场上的定律。再来这则新闻来讨论到各种停车位的优缺点以及风险。房产社团卖出阿明知识家最近就发文指出，车位依照法规登记可以分为法定车位、增设车位、奖励停车位。其中奖励停车位在过去比较容易产生纠纷，主要是因为有些建商换取容积之后没有将车位开放给公众使用，这样就会造成所有权人买到车位却不是自己的，消费者在交易之前一定要仔细看清楚。最后这一则新闻很多人都会遇到，那就是明明浴室有保持通风或是开窗，为什么老是会发霉呢？翔汉室内装修设计总监卢淑媛就表示，就算是有窗户的浴室，如果对外是天井，通风效果就会比较差。要避免浴室发霉，最好平常门还是要开着，也可以装抽风机或是多功能机来帮助通风。另外也可以利用塑胶刮片来刮除水分。他也提醒，如果浴室要使用除湿机的话，记得马桶盖一定要盖起来，这样比较不会影响到除湿机的效能。今天的买房卖房，我想问有网友讨论到中古屋的房价是不是合理的情况。这位网友说，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间套厅处，地点在台中龙井，屋龄15年，他觉得很喜欢，但是开价快1600万，跟附近实价登录的数据差太多了，想问问网友的意见。有网友说，重点不是涨幅，而是那个区域是不是有那个价，也可以参考银行的建价去杀价。另外，如果房子装潢太漂亮了，也有可能是投资客的房子，也建议不要买。
你对于这样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也欢迎在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如果想知道更多的房市资讯，也欢迎点击底下资讯栏的连结。感谢你的收看，我们再会。